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信慧。我最近要制作一个放零钱的罐子，所以就想说我干脆制作一个硬币分类机来当作零钱罐。硬币分类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创作，在网络上有许多的 DIY 教学。正当我在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东西。这是 NetX 公司在40年前所推出的一个产品。这种分类的方式非常吸引我，它就像是魔法一样，硬币会照着不同的轨道滑入，非常的有效率，而且还可以看到商用的版本。这个版本上面会有一个振动盘，可以让硬币整袋的倒进去，快速分类好所有的硬币。世界上最简单的硬币分类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机器的原理。首先，上面的振动盘呢，它透过振动的原理慢慢的将硬币推到入口，这样子可以有效的将整坨的硬币细分成少量的硬币，这好像是商用版本才有的一个套件。再来看一下硬币机本身，这里有个有趣的设计，这种斜坡加上弧度的设计可以让硬币依序排列好，不会有叠在一起的状况发生，叠在一起的硬币在这边就会分离。如果到这边还是不幸有重叠的硬币的话，它就会掉进这个格子里面，这里的硬币就不会进入下个区域里面，需要手动的重新将这些硬币放回到上方的入口。硬币进到分类区的时候，就会在轨道的边边开始出现这种小斜坡，这种小斜坡对于较小的硬币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大的硬币经过这边的时候就会卡到斜坡往上跑，然后跑出原本的轨道，而剩下小的硬币就会继续的前进，照这样的方式依序将大的硬币分类到小的硬币。我们可以看到它分类的样子真的非常的舒压，这种分类的方式真的很罕见，我没有看过别的版本或者是有类似的商品在贩售，甚至我没有亲眼看过这个实际的机器，所以我想说这应该是有一些缺点在的。那么以下这是我自己的猜测。首先，准确度的问题，这个东西的准确度应该不是百分之百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片尾，它其实是有别的硬币跑到别的通道了，虽然发生的几率可能不高，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的去做排除，但是数前数错对这类型的机器来说，我想应该是个大问题。再来就是体积太大，这组的机器体积真的很大，可能连厂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它的脚架才设计成可以折叠的方式，需要用到的时候才会摆出来。我想这对大多数的使用者来说应该是蛮不方便的。再来就是它的制作不易，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以塑胶射出来制作的，如果你要自己 DIY 制作的话，你可能需要动用到 CNC 之类的立体加工方式才容易的去制作，难度也会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比较少看到学生用这种方式来制作的原因。当然版权的因素可能也有，但这类产品已经接近40年前了，专利应该已经到期了，所以我在想以上三个缺点应该才是这个分类机没有广泛流通的原因。现在比较多人 DIY 制作的这种分类机主要是挖洞让硬币掉下去的机构，这种机构简单而且有效，用厚纸板就可以轻松的制作，而商业用途的话只是使用这种旋转的方式比较多。这两种做法都优秀的非常多，而且网络上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教学资料，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硬币很直观的在我眼前像变魔法一样的方式来分开这个硬币，这种分类的方式相较普通的做法来说真的非常的帅，所以我就想针对刚才提到的几个缺点看看有没有办法去做改良。如果要取代家里的零钱桶的话，其实第一点的容错率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对我实际用起来是没什么影响的，而体积太大跟制作不易这两件事情才是我需要去做修改的。那么以下是我自己制作的版本。
由于我家里没有 CNC， 我也不想要使用 3D 列印机来处理，所以我就使用雷射切割的方式来制作。原本设计主要凹凸的部分是在轨道，它的立体的斜坡的部分。如果用雷射切割的话，可以直接切一片零件卡进去，这样子就可以让硬币滑上来。而其他轨道的部分用雷射切割其实就很好处理了。接着我要调整的是体积缩小的部分，我设计了几种方式来让这个体积可以变得更小。首先我更改了投币孔，原本的产品其实花了一大半的轨道来解决让硬币排排站的问题，这样子做可以把一整把的硬币直接投入。而我日常生活中口袋的零钱其实也就几个而已，所以其实我不太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投币机制。但如果制作成一般存钱筒的方式，一个一个投硬币的话，虽然它很省空间，但使用上又有点太过麻烦，所以我就折中取了一小段的斜坡，并且将这个入口稍微减小，这样子一次投的量差不多就是口袋里零钱的分量。再来我调整它的斜度，我试着将整个硬币机的斜度垂直，这样子做可以减少桌面使用的面积，而且斜度的增加，轨道的这个斜度也可以减少，这样子做也可以大幅的减少这个机器使用的面积。再来是硬币的收集盒，原本这个设计主要是方便硬币去做包装，所以才设计成这种垂直而且有硬币刻度的这种方式，但是因为我没有这种包装的需求，所以我直接切割了大盒子来装。这就是我自己设计的雷切版本。当我硬币投下去的时候，前面的几个斜坡可以让叠在一起的硬币先做分离，尽可能避免硬币重叠。接着50块钱会进到这个斜坡并且把它带走，到这个转弯之后它就会飞出去，而剩下的硬币就会转弯继续前进。接着10块钱在下个斜坡就会往上抬并且飞出去，而剩下的硬币就会继续往前进。到最后就只剩下1块钱的铜板走完整个轨道。以上就是我这次设计的硬币分类机，而这个装置的设计图呢，我也免费提供给大家下载，大家可以到资讯栏的连结取得。由于这个版本其实还有许多的问题存在，像是投币孔常常会卡住，需要用手拨动，有几率分错硬币，甚至可能会卡死在轨道上面。其实还有许多地方是需要调整并且修改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计成不同国家的硬币，或是你要加上 Arduino 来制作更多的功能。如果你也有修改这个版本的自动分类机的话，也请将你制作的心得分享给大家。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看完这部影片，如果你有想制作什么样的东西也可以留言给我，我将不定期的推出这类的影片。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的影片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拜拜。